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三站的 Hot and Fail。 第十名 Alex 刚被套圈，跟着前车冲刺，太晚上车，直直冲出去了，来了一个大大的甩尾，控制不住，还回赛道了，变成倒车，刚好卡在行车线上，后面来的渡边闪过 Alex， 转向另外一边退，重新出发，没有发生碰撞，还好还好。第九名，熊本熊，在第一个弯切胎里面，刹车居然吃了土，整个停不下来，冲向弯外，甩了一整圈才停下，重新出发，这失误有点华丽啊。第八名 YY， 全场唯一的 BNW， 三号弯跑开了，出弯的时候吃了一点土，紧接着法家弯感觉右轮还是吃到一点，到弯中心又吃到一点，转了，绕了一大圈回到赛道，顺利通过 S 弯区域，看起来好像对赛道不是很熟悉。紧接着是一个右法夹弯，直直冲出去了。嗯？怎么往另外一边回到赛道？这里是一二号弯那边吧？居然直接开回来重跑，哎，又出去了。马上又出草，出了一大圈，回来还差一点跟后面的奥迪碰到，这已经是危险驾驶了吧，喂喂。第七名 ，Alex， 在连续弯区域内侧压到路缘，再马上外侧卡到路缘，差一点翻过去，这还好最后停下来。PCR 翻过去可就是退赛了呢，真是惊险。第六名，除草 YY， 第一个法夹弯开出去了，右转，左转回赛道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那边不是赛道呢，这里是最后一弯，直接超捷径，这样前面都没算，等于要重跑一圈嘞。出场歪歪好像有点疑惑，慢下来了，不知道自己出到哪里了吗？好，决定继续前进了。慢过哦，一二弯去差一点撞到熊本，又打滑，好像有一点愤怒了，转回来，等等，又出去了，直直开出去了，看来要认真除草了，撞了墙转回来，居然不回赛道，继续除，到底要去哪里嘞？还有碰墙转弯的功能，这除草机厉害了，好像慢下来了，转不过吗？停了。卡住了，快转看看，稍怀前沿，这除草机不厉害，柱子散不掉，就这样停在这，
最后断线消失了。第五名 Alex， 这两位抢了一半的名额啊，连续玩完的法家湾。Alex 太早放开转弯，直接重重横臂停了，撞坏了吗？毕竟刚刚那一下实在是有点大力。后面车都过了，没动。好像一台过去了，又一台，名次倒是都没有变了。啊，还是，应该不可能吧？啊，动了动动动，又动了，前进了一下，卡住。你会不会是忘记怎么倒车啊？真的假的？有了有了，倒车。走了，回到赛道。又去吃草。就断线了。好，第四名谢老板。起跑圈，第一个弯自己打滑，吃草飞了，直直的往二号弯滑去，大家都在那啊！没想到谢老板刚好从中间滑过，没有撞到任何人。这雨雷精度不高呢，虽然没撞坏，名次还是掉了很多。掉到第八，第三名，渡边起跑圈。我切太里面跟渡边轻碰，渡边拿到前面的位置，第三弯渡边开出去，但没有开出去很多，拉了回来。不愧是甩尾哥，后面的几群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法家弯底并行，几群挤到渡边没有办法转弯，渡边持续转弯加油，企图推开几群，终于推开了。从季群的视角来看一下，季群下车之后还是被推着走呢，最后整个方向都反了，开回赛道掉了好多名次哦。感觉如果渡边早点下车，说不定两个人都不会出去绕一大圈。第二名两位同仁起跑因为偷罚被罚，我在说什么？偷跑被罚的德莱素，然后从最后面追起，在这个法家湾超熊本自己失控，没有注意到后面的车就动了，被艾丽丝重撞。哦，这下痛！不知道两个人车身的状况如何。第一名比赛快要进行到一半，我追上阿宙，连续弯遇到两台被套圈车，我经常失控回赛道，撞到阿宙。阿仲转圈，熊本正在让我过，左侧被我挡住，无处可去，撞上了我机场。我刚超完熊本，撞到我机场，轻碰一下，那熊本只能撞上去了。因为这一站我获得了第一名的位置。以上就是 R3 的 Top 10 Fail。可惜后半场有大车祸，可是画面丢失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和直播哦。还有 FB 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追踪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